大家好，我们台湾的高。因为我拄则未记讲一项代志，后日吼，因为是代理就迄个台湾酒的一个活动中心，必会要伫遮开一个迄个新书发表的中心，必会会完下来吼，要发表，所以后日的报纸、平台会管，毋忙大家来 ，OK。 OK， 我敢若十外分钟尔啦吼，因为十外分钟了我就来敲电话去台湾，所以即马大家有人要发表意见无？请你介绍这个大叔啦吼，林明。哦，林明华。伊的教育背景，伊安怎捌这个这个历史的代志？ 这个，你的背景，互咱知一个，啊，伊的教育背景，教育的背景。其实我嘛无啥知影吼，因为我实在伊吼是一个真偶然、真偶然的机会。我就是在研究迄个古埃及的物件嘛吼，啊，研究古埃及的物件，啊，有一个朋友甲我讲，哦，恁迄个老子、孔子啊，迄啥物物件拢是按古埃及来。 我讲那我就有代志，我细汉吼读册读到遮尔啊，读几落十年的册吼，啊，那我拢从来毋捌读过讲，阮的迄个老子孔子是按古埃及来，所以我转去就是，逐摆转去台湾，我就照拍拼去找找迄册店去找，因为这个朋友吼，伊是因兜有一个图书馆吼，我足够好读册吼，诶外国人啊，足够好读册，所以我足不服的啊。 足不好的，我要甲变讲伊毋对啦吼，咱拢知影老子孔子是中国人啊，中国的祖先啊。结果有一天哦，我就足骨来去找吼，一天去找着一本册，我找着一本册啦，一本一找着一本册，我拄啊在迄个三民书局。 迄天落雨落遮大哦，啊，因为落雨落遮大，我袂当出去，敢今日共款，比较无当出去，所以我就踮遐摸行摸行。啊，阵即本册走出来，我毋捌，我找遐尔济册店，我毋捌看过遮尔奇怪的，遮尔奇怪的图吼，啊，遮尔奇怪的迄个册名哦，伊写五千年前埃及的原始佛法神学《法老书》《老子道德经》哦。哦，哇，咱台湾人。 居然有人咧研究古埃及的物件，啊，搁甲老子《道德经》搁连做伙啊！所以我边边啊后壁看，哎、欸，又有电话，所以我敲电话互伊。哎呦，就敲起了敲电话互伊，啊，伊就是这林老师，啊，伊讲啊，我研究出久啊，我甲讲一大堆啦，我拢听无，迄阵我拢听无，听无伊咧讲啥。<笑> 我讲，我迄阵迄天我拄好要转来台湾，我十一点会飞机，哎，不，转来美国，十一点会飞机，我讲我明年，明年转来时，我才过来甲你请讲吼。伊讲我有二十几本册，我讲好，我明年就转，才甲你买。好，我第二年我就转去的时候，我就哦去找伊哦，按迄个主址安尼去找，找一下就歹找，找啊去因兜，伊居然就伫对面遐等我嘛吼，啊，就对面遐讲，伊，甲这个册拢摕出来给我。 然后讲叫我一定要拢买安尼，我讲叫阮找，我要摕转来台，摕转来美国咧。个人好心嘛，而且足俗的，嗯，那2000块也是3000块台票尔，啊，这真个侪本，我就歹势，我就拢也摕转来。哦，摕转来变我变起来就足痛苦的，我看无。<笑>哦，不过伊会当安尼讲哦，伊讲迄个台语吼，非常的，非常的认同啊，非常的迄个。
正正正正腔啦吼，非常的正正腔。啊，伊讲的迄个语言哦，非常的迄种那个古典啦。哦，然后伊会当，哎，目睭开起来，伊讲又讲讲一点钟。哦，我真不哩好奇，伊讲物件足深的。我迄阵我就问伊讲，啊，老师啊，你是安怎开始研究这物件？伊讲我细汉就是伫个基督教的家庭大汉的吼，因老爸可能伫教会做牧师之类的，所以伊足细汉就是足爱读圣经的，所以伊读圣经大汉的，啊，伊就开始研究圣经以外还有啥物经吼，就新约、旧约吼，然后可兰经哦，啊，啥物经拢读啦。印度的迄落奥义书什么，然后伊阁对希腊的特行哦，什么亚里士多德啊、柏拉图遐物件，伊拢读，伊就爱读遮物件。然后读到尾啊，感觉讲哦，所有的物件，所有咱人类的智慧吼，拢是按埃及来的，拢得当追溯到埃及迄个，因为埃及的历史比咱现在所知影的历史拢加足早足早呀。啊，你就已经拢足发展啦！你看因出土的遐金字塔，遐拢是两三千年的 BC 呢，两三千 BC， 迄阵咱那个足原始的物件，遐拢伊迄个艺术吼啊，迄个系统都已经足复杂的。对啊，但是迄阵无这个 communication 是安怎？哦，是安怎会当改变？我讲你啊，你即摆 archaeology 就拢发现吼。其实两千年 BC 吼，这个东这样，这个东亚西亚这个人吼，拢已经迄个啥传来传去啊，拢已经 travel。即马阿桥就发现，毋是拢伫遐呢，因拢已经都走甲东边去啊，走甲南部。即有真侪册拢有写，尤其迄个摩尔塔什比，我尾啊完全读伊的迄个古埃及的神学。伊有写两本册，迄、那个佛教甲古埃及神学的关系，两本册才偌本。迄阵毋是讲遐个人吼，拢迄落科技真落伍，拢敢若咱拢知影讲吼，拢可能拢无办法走去倒位啊。因拢已经拢走啊真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迄个 travel 已经足频繁的啊。所以伊个。伊真一个真特别的人啦，伊就无咧。哦，伊可能大学毕业了，因为因太太我知影，因太太是迄落师大毕业，师大国文系毕业，所以我无咧问人这。看起敢若少年，你即马什么都不贵。就我一回，嘿。所以这可能较早去啦，看伊在。无，我旧年去袂啦，我旧年去袂啦，所以呀。我为什么会研究古埃及啊？这个，因为我就开始念那个摩耶塔什比他写的古埃及神学，我觉得他一下一样啊，很 make sense， 他很有他的那个哲理啊，他的那个道理啊，非常 make sense。然后我就一直看，然后在看的里面，我看到讲跟台湾的跟咱的宗教非常的接近。他们那个神哦，他们就是很多就嘴神哎，那个神有阶级，哦，然后他们很多的那个习惯习俗跟我们很相近。啊，这个物件哦，你来看那个请你拜托你莫给他贴摇标吧，拜托。你在看那个，如果你要看那个林老师的网站，它上面有很多比较。古埃及的东西跟那个咱台湾这庙吼比较很多很多啊，那我看很多就是说英文的那个外国人写的有关于古埃及的物件，因敢若拢会当从 archaeology 的发现去谈古埃及的物件，他因没有办法进去说看到这个图案的背后的意思，因看无，因到即阵还阁看无。传统宗教吼，有人讲不太科学，怎么样迷信吼？我嘛陈伟林医师，伊讲啊，拢咧烧金纸吼。但是我即摆我拄仔倒去台湾，感觉这个烧金纸的这个隆重以前没有的吼，啊了不起拜个香吼。
我记得细汉的时阵，阮老爸老母常讲，三笑顶头神明。所以呢，迄阵啊，闽南是这么样的淳朴啊。我记得四十几年前，有一日我驶一台迄个比，即摆迄个乌龟车吼，有人借我，啊，我讲我袂使驶去海边啊，啊，结果阮掉伫个土内底。啊！对了，我无法躲得躲，我惊到要死。结果边仔的人啊，村民甲你无熟识，大家拢来，就将你迄个车推出来，也不要什么报酬，也不要什么样。啊，那你闽南会淳朴到这种程度啊？我想甲一个传统宗教有关系。啊，我来以前，我唔知影讲赵老师要讲这地方啦。我以前看过西方的文学小说吼，几乎呢跟 Greek mythology 啦分袂开嘛吼。其实莎士比亚的那一些名著啦，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说这个希腊这些神祇啊，跟那个传统的那神啊，就相像，虽然相隔几千里，他们希腊他本来我已经写好了哈，就像西龙虾和谁，然后我再给我叶教授，我稍微列一下哈，我在我买这本书以前呢、啊，前几天到 Barnes and Noble， 看就跟着 Great Man。这是叫做 captivating， 就让你就迷惑进去了。以文学呢，无这个神学来，它非常光大就没有这样。啊，所以呢，我写了大概八十几个，有专门在罗马的神，或者希腊的神。我对照一下，哎，它有希腊有东方的神、北方、西方、南方，有财神、有酒神、有美神、有智慧之神，哎，可以，有海神哈、哦，海神 Poseidon。Poseidon 基本上是那种洲际飞弹，就是 Poseidon。啊 ，Trident 什么是三级神啊，海神，因为嘛是那种飞弹的救命啊。啊，一个神叫做 Nemesis 复仇神。啊 ，Nemesis 的哟，那以前现在已经变成正统的英文了。以前英化四敌叫做 Nemesis， 就是为复仇神来。所以那现在的文学也受到这些的影响。这是今天。我要讲这啊，另外就是讲，另外我你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可以用东方哲学了，来讲不会受主流医学或者科学的这个排斥。实际上呢，自从这个越战开始以来了，美国人还是对常年讲那个 New Age， 你刚刚只有西方的科学哲学好像不太够用，所以东方哲学都慢慢进来。有一本书很出名哦，这本书呢，叫做 Eckhart Tolle 写的呢，它不叫做 New Age， 叫做 New Earth。啊，这本书呢是伫Oprah Winfrey 的 Book Club， 伊的 Active Sponsor。那这本书卖掉700万册，伊头一本书叫做 Power of Now。这 Power Now 的下面也在我，别人明白呢。啊，那超电法师呢，古来人家来演讲，他讲下面就是讲什么，讲就说活在现在这个 moment， 现在当下。哦、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主题，以这禅的主题呢，竟然可以卖到700多万册。然后呢，今年也二月份呢，《Times Magazine》的 Cover Story 呢，他是写说叫做 Mindfulness。啊，规本册差不多将近6页的讲，这个 meditation 对你身体多好多好。伊讲以前呢、啊，在这个 Herbert Benson 1976年哈佛大学一个小学生呢、啊，写一本册叫 Relaxation Response， 伊来对写下讲你来用 meditation 的时阵啊，你临床上的疾病95%啦，拢唔免看医生，家己就好啦，包括心脏的不整理，包括高血压，包括其他的毛病。那个时候是被主流医学排斥，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现在稳就的相关，到去年呢、啊，就有200篇、400篇的主流医学的论文了、啊。现在光用东方哲学的医学的好处哦，啊可以跟国王哦，然后就是讲真正呢、啊，今天这款的 philosophy 啊，已经是别美国主流医学的生根哦，对大家身心灵都有帮忙。我给你补充一点哈，希腊神哈，跟罗马神哦，都可以从古埃及的神找到，都可以对，有点像阿波罗啦，什么雅典娜，全部都可以，都是
按古埃及遐搬过来换一个名尔，甲罗马神嘛是同款。咱的神嘛是观音啊，文殊菩萨、啊、那个也都是在那找得到。那个郑博士，我来补充就是，就是，因为你讲到 mindfulness 哦，我甲恁先预告，我有找到一个人，啊，我将来要请伊来讲，伊对那个 Zen Buddhist 啊，甲 mindfulness， 好啊，我大概最近会去和恁讲 ，OK。郑博士，你研究到即阵，你对这个葫芦？葫芦南、葫芦话这两字，你有啥物看法？这正经真，要哪讲？不是讲复杂，真乱啦，真乱啦！哦，中国人爱讲吼，是按黄河跟洛水。但我一直想无，啥乱卖黄洛，那一直河洛。就如果是黄河跟洛水，啥乱黄洛跟河洛？林老师讲的是，河洛是一个新学的名词。好落去，好落去，咱先咯，好落去。什么是好落去？咱信嘛，好落去。记底的永生记忆，好啦，就是好啦，就是那个好，好名号的好对啦嘿。你，因为这几个迄个新学的迄、那个系统哦。咱就是讲，咱要让咱所无形的物件变作有一个有形的物件的基底。咱的基因，咱的基因，甲咱所学的遐个信码哦，产生一个新的信码啊，迄个记录在咱的迄、那个安怎讲？记录在咱的基因内底，爱当先去填补，好。就绕进去，好落去，哎，落去，所以好落是新学的名词啦，啊，不是黄河跟落水。对，新学嘛，个新学是咱的新学啊，是咱的新学啊。我可以。Fair， 应该是讲个 Pharaoh 跟哪？Pharaoh 迄个音好多 Pharaoh， 嘿，不离阿想，所以大家这个叫，啊，翻的嘛，翻的 Pharaoh 嘛，翻漏嘛，发漏好漏，所以我爱靠。偌济人咧对一个，伊真有一挂中西的迄个学生吼，不过伊无几个嘿。伊就无兴趣的，伊敢若有兴趣。等一下，我先买卡电话，因为点么要等。嘿，那老啊吼。嘿。深圳电话。啊，对，电话。可是我这个怎么打电话？哦，对，呀。嘿，应该是我爱讲迄个。喂，林老师。啊，是早。嘿，早。哎，我们这里哦，好多哦，几六十个。几六十个在听你讲的，听了啊。嘿。多谢。嘿。然后敢有人有问题要直接甲问，还是讲你有啥物补充要甲阮讲的？你问问题的时阵吼，我直接袂负责来回答，是的，安尼，是的，我想讲听唔听有，听不到是吧？听，哎，你也听无啊？稍等一下，我这是。啊，好。小声。啊，这哪会无声？哦，这无声。有讲哎，你无对遐去啊？无对遐去，稍等，我来。OK，sorry。那个哎，我有听到。你有听到？不过后边敢有听到？有啦。有啥 ？OK， 哎，后边有听到。嘿。是。啊，有人有问题无？有啥物事啊？有人要问问题无？
是爱知影讲，林老师讲有些是真像我拢听无啊，但是林老师能不能就是讲台湾迄庙汉侪款拢无共型，啊，迄个无共名吼。啊，我所了解是讲，大家若要考试啊啥，迄妈妈拢会去许愿啊，讲互因囝考好好啊是啥呢？啊，到底每一个佛寺迄种的型，是毋是有无共款的意思啊？那个林老师，你会当解释讲台湾的庙吼，上基本的迄种道理是啥货？因是安怎安怎，是安怎安尼起？哦，是，因为咱的庙吼，是咱辛苦的灵塔的台中界。咱的庙吼，伊的设施就是讲，咱要出世之前吼，有一个台中，有一个灵塔，古塔就对啦吼。这个古塔内底哦，有挂中天地三界。人的性命在保胎的时候已经设定好势，就是讲人的性命甲一生的运途，拢总伫保胎的时候设定好势。所以啊，这保胎内底有一个吼，啊，超过咱性命以前的世界，这个世界吼、啊、叫做挂中宇宙论的世界。咱要入庙，就是要入去咱身躯内底保胎。啊，所以咱河洛人啊，咱河洛人为这个。埃及，以前叫做一气，叫做蛇天啦吼。这个有这个一气的所在，来到这边啦，啊，这客，咱河洛人啦，客人啦吼，拢是为这个埃及来。那么伊来的时阵啊，伊拢是以这个妈祖庙为中心来发展。比如讲，咱台湾吼，咱台湾所有的整体发展吼，拢是用妈祖庙做中心来发展这个社区的。所以吼、哦，咱这个民族啊，甲其他的民族完全不同款，拢是庙为这个啊妈祖庙为中心来发展。是啊，啊所以因为咱是入去咱的台中界来面对咱诶创造性诶妈祖，啊个即个台中界内底有即个天地三界众神，那么咱的名称哈、啊，比如讲公啊、妈祖啊、伯啊。这个拢是台中个内底的这个名，的这个名称，所以伫埃及内底，众天公、众天公伯、诸王爷公，甲这个囡仔公，这个拢是这个众神内底的，这个身躯内底的众神。那呢，咱上来的众神中间上最重要是迄个子爷，那个太子爷。所以咱河洛人啊拜太子爷，这个子爷，因为子爷以后在这个。基督教内底吼，翻译成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基督在印度教，在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是上较重要一个，而且完形。那么因为好多人的文字是红啊多去，所以伊这个基督画出来是一个囡仔公，一个囡仔。那么这个囡仔基督是伫本身的完形的画，所以嘛合作这个画模糊。所以这是安尼宗教的未来啊！这个我叫做挂，那么在这个沙美文化的时阵吼，伊就挂啊，翻译叫做阿拉，这个一推搞的关，这个关系的由来。因为这种东西，按很多个东西讲台中教这些关系哦，所以啊，因为伊是无形的，吼、哦，伊是一种的无形啊，这一种有形甲无形的。所以所讲的拢是用比喻的，就是讲亲像安尼，亲像安尼，红啊多一个象形图文。所以咱个所画的拢是象形图文，所画起拢是红啊多字。那么，伊即个红啊多字的象形图文呐、啊，那么啊，因为咱若无学这个象形图文呐、啊，咱看起的时阵哦，看唔捌，唔知看是一个文字。比如讲咱个这太子爷，伊嘛是一种的文字。那佛祖嘛是一种的文字，妈祖嘛是一种的文字，叫做红啊道字。所以咱的庙每一个道拢是字，所以
所以啊，这个是咱失去这个文字的这个传承啊，那么还叫做偶像来去崇拜安尼吼，安尼来完全拢无办法去咯，拢种失去伊个真实的意义啦，这是安尼宗教有啦。林老师，你也在解说一个啥？做台中界，你因为台中界对于咱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物件。因为咱入去咱的庙啊，就入去咱挂钟台中界的迄、那个啊，台中界内底吼有阴雨甲阳雨啦，阳雨三爻，阴雨三爻。咱入去的时候有三门，就是台中界的底迄个庙是的三个门。啊，台中界入未到即个佛台即个天地人的。地去众神，啊地界地藏王啊，未使去伫即个庙内底，啊去伫庙后壁，甲都古少做会去。所以咱的庙，拢完全不共款，甲所有庙不共款，是以一卦，以卦中的一卦三天地阴三界来去。那么咱的地界地藏啊，是讲地界地藏啊，若不去地藏王啊，伊就会去即个太岁星君的身边。太岁星君的身边嘛，未使放个正殿，是放个边啊的所在。另外，爱说起伊是地界的地方。啊，咱的庙是心头即个挂心心态的部分。所以入去心态咯，入去即个啊，安尼庙卡安尼庙寺。那么啦，这更重心啊卡，咱呐做一个礼仪的比武关照。所以入去即个庙寺，就是入去咱。啊，一个啊，台中人来个内底啊，甲这个创造天地一万个演化的这个众神啊，一个礼仪的这个比武关照，所以这是一个礼佛、礼堂、礼拜。那么这种的神道啊，要经过这个对的中间下底啊，去伊甲我内底台中甲我中间的关照啊，那么伊甲存在。因为伊是无形的物件，所以啊，经过这个礼仪的这个仪式来存在这个代志，所以这是庙事哈，上个重要的一个因为庙事上个重要的一个礼仪的这个程序，所以伊爱点香，爱拜祭，那么爱讲出来，爱甲这个心灵啊，有些对答，就是内心爱啊讲这个本愿，所以。庙内底有一个礼仪，那么礼仪中间底哪底问代志，爱抽签，抽这个一卦的签，内底拢弄六十四卦，爱是着看你上一卦，上一卦，要卜卦以前，着爱去卜杯，卜一个神杯，吼，啊三个神杯才会当入你的签，这是卦中内底的意思，依照一卦中间内底的体验，所以咱好多庙甲其他的庙完全不同款，你若要问神，要问佛。这个爱经过求签的仪式，这仪式啊，爱经过这个搭礼这个礼仪啊，才会当入庙内求这个签来办搭这个礼，这拢是入去安内底内心的态度，就是囡仔要出世以前，要出世以前，凡胎高高挂过的内底台中界，所以庙拢是讲台中界的代志，叫做寺庙。安尼讲解释敢听有无？喂，我你好，我即马讲一个问题吼，稍等。对啦，喂，你本来是基督徒，啊，你是不是认为你也阁是基督徒？啊，阁一个问题是，你按怎解说这个宇宙的来源？啊，加这个宇宙是不是有一个原则？请你甲阮讲一个吼，多谢。我是神理会，我囡仔我是神理会教会长大，啊，我是神理会。但是，迄阵的牧师有讲，我想读初中的时候，牧师都有讲讲。林老师，什么叫神理会？啊，顺理会。顺理会，好，顺理会 ，OK，OK， 没错，就是 OK， 好。哎，这个哈，因为这牧师先，我囡仔先捌听牧师讲讲，咱对这个圣经哈的了解哈，那。也阁有足侪唔知影代志，所以以后希望会当恁去研究，会当了更加深，会当了解恁内底，内底神学是啥意思？因为圣经伊是依照埃及的这个佛法在写的，那么这个埃及啊，这五六千年来，佛法吼，伊在改写，
所以恁内底跟内底，恁内底的人，拢是讲咱内底基因的基因，甲这个细胞的人容。所以伊讲的拢是咱的细，咱的基因内底，会伫迄个基因电源内底发展的。所以我今日我也知影，伊所讲的唔是咱外口这个人，伊是内关内底迄个基因内底基因的发展。甲迄个阿伯海开始基因来发展，甲咱身躯内底发展内底一个新的演绎。所以我记得就牧师就有咧讲着这个，咱的圣经啊，是一种神学，叫做形而上学的神学，唔是外口所了解安尼。所以啊，有足济这个教会教这个教的长老啊，那么一个传承这个艺术落来，这嘛是咱好多人。信教以后吼，对这个啊教会吼，有一个重新的反思的一个见解。那么我今仔日我就有这个爱特别了解这个代志。而且教会吼，伊要求每一个信徒哈，爱奉献伊的一生。所以我一生拢是研究经典，爱找出源头，要找出源头，一定爱读埃及文，因为拢是为埃及来，这四五千年来人类文化。不管是印度，还是苏美文化，还是希腊罗马，拢是为这个神学，拢是为埃及。啊，这埃及是众神的故乡，你若无研究埃及文啊，你就无法通知影啥叫做宗教。那么，我这二十年来啊，研究埃及文啊，我知影埃及文是用台湾话在念的，就是咱即马河南话在念的，咱河南为埃及来。那么，所有的这个文化，拢也伫阿个庙内底。啊，所以吼，这是一个吼，真正大的一个反思的过程啊。我嘛经过四五十年，甲人了解。所以吼，今若无专家，我当然是去只埃及内底的文化去了解，今内底伊所讲的意思，就是讲圣经也好，哎，可兰经也好，佛经也好，还是印度教也好，伊所写的人名，拢是讲咱基因内底的基因。天造天法天地基因的基因所讲的拢是各种天地因三共三种的天地地因甲下庄因名三天地因三界基因所讲拢是各种的世界，一些是一个计算，一些是一个计算。以后希腊人统治世界的时阵，那么伊把这个计算啊，用作伊个佛法的正法。就是伊解写全世界经典，所以佛经也好，啊，可兰经也好，印度教早期经典也好，只有拢总有这个埃及、希腊人因解写分支，佛经直接就是拢为这个希腊古文来写的，那么可兰经的古文嘛是希腊古文，所以啊，这个在经典以前的经典啊，那么上较早也是。去埃及啦，对，这个抓用抓用抓文那些啊，象形文，搁再搁是希腊文啊，所以有这个希腊文内底啊，咱会当查到啊，源头的这个埃及内底的这个基本的信仰是因为有这个基因内底天用，这个天验者啊，内下的，这就是一般人。唔捌的原因，因为所有经典嘛，对现在人民拢是比较靠的啦。哦，林老师，伊对我甲问一个问题，讲迄个宇宙的来源，你无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宇宙来源啊，就按出世的时阵，这个母胎的灵胎就设定好势啊。那么包括咱的一生活出来的长相的模样，拢设定好势啊。以及宇宙中间啊，伊本身就有一个系统，有一个架构伫遐等啊。所以伊咧发展是安怎无内底啊？迄个埃及人就是啊，五重啊七重塔，迄个五重七重塔天，拢总有十二天的天的天顶。咱伫人体内底脑部有十二重的这个天界。那么这个宇宙早个发展咱脑部内底架构，要单单咧开发。所以咱咧。春秋左传就是反映为爱去拜春秋左传，伊其实是讲要安怎开垦咱十二个天宫内底的255个莲花，要咱众天顶内底255个所在啊，也进去啊。林老师，你讲的宇宙，敢那咱一般了解宇宙无同款呢？一般了解宇宙就是敢那遐宇宙星星啊，或者宇宙那十位。咱的这个以前的一些上古的文明啊，一万多年前的文明。你所讲的宇宙啊，
是阮的灵体内底迄有灵性的宇宙，灵体内底啊有这个天地三界，迄个灵性的宇宙，有这灵体内底的宇宙，所以伊讲的宇宙是迄个通灵的所在，唔是咱目睭看这个啊，这个梦三界，这个现在的宇宙。所以伊讲的是灵体内底发展生命的宇宙，这种灵体发展生命宇宙啊，每一个生命拢是一种宇宙发，拢有这宇宙的缩影，但伊这缩影也是脑部。是咱全部内底的脑部，天界的脑部。按照地藏的是以后食物件发展起来，灵体食物件，甲不种的不啊各种的这个诶这机会诶这机缘啊发展起来。所以咱的宇宙的一个控制是一个脑部，啊这个脑部叫做五轮七重塔天255年，啊内底有40个40周，哦，那么这就是咱比较这個。埃及人的这个基本的宇宙观的这个，那宇宙发展起来有一个灵胎，这个灵胎嘛是一个宇宙的灵胎，发展咱身躯内底脑部的灵胎。安尼刚讲三句了，所以宇宙是一个圆啦，宇宙是一个咱身躯内底一个脑，所有脑拢是同款的，拢是同款的，是正常咱人是宇宙的同款。OK， 啊，还有一个问题哦。嘿，稍等你。诶，拄仔敢有人？哦，无，伊毋是，嘿。我会使问。OK， 嘿。你来讲。诶，林老师。哎，是。我听你的学生赵女士讲哦，你即摆伫台湾几点？八点外，敢毋是？七点半。吼、哦。啊，古早我40几年前、50年前咧，美国我也袂当敲电话去，迄日咧讲坐就来当甲你讲。吼、哦。啊，我感觉科技有咧进步嘛，吼。啊，拄啊，即个赵女士有咧讲迄个天界、地界、人界，迄个叫做什么？叫做化中天地三界。嘿，所以这三界就是即个叫做达尔文咧讲，达尔文咧讲的是什么？叫做即个进化论。Evolution 啦，吼，进化论。哎，对对。啊，所以拄啊咧讲，我他妈足认真听，我却听拢无。我来讲哦。我感觉宗教嘛是爱进化，啊进化啊！你研究几档、20几档、30档，敢毋是都在赵老师讲？后来研究啊，互阮这普通的人听有，安尼毋才会当进化。哦，啊若听无，我这实是就是对牛弹琴，我这滚拢牛。哈，我毋是讲我听无，足侪人听无啦。啊，所以我想我是讲互你，互你了解一下安尼。嗯，因为哈，等下啦哦。我解释一下哈。咱因为咱佛教文化这种哈，叫做迄个形而上水哈，所以咱在古早以前讲的，就是有一个成语讲，你讲到何里班哦，气就会拍干。因为咱讲的是做人要有天地，做代志一定要有天地人三界，天甲地甲人，所以每一句话拢是挂种天地人三界的一个叙述。所以哈，咱佛教人这种的，这种信仰的文化。各全世界每一个做拢不同款，啊！你来，咱即卖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比如讲咱受的教育是即卖是全盘西化，拢是欧洲人所教的，所以伊是平面的，伊是文学。但咱荷兰甲咱做国，咱做一切文化，拢是一种挂中物流的形啊。但这个人的认识就不同款啦。咱讲的人是讲咱内底细胞的这个灵体。因讲的人是外口一个人，所以你这个立足点不同啊，你就无法当去讲宗教问题。所以伊所讲的拢是迄个兵马俑、人俑的俑，那么迄个俑各种的人名，所以庶民啊，那么有这個居民啊，有居海啊，啊有沿海啊，那么有天民有百姓，所以做众神啊，那么啊甲人是一体，拢是灵体内底这个天地啊，伊的世界。所以啊，在圣经啊，各种宗教讲的，写的时候，拢会讲到人甲神的关联，一天一体，都是灵体的关联。那么，这种的神学要经过人教导，庙师的这个回信或者教，才会捌。啊，所以因为咱这个文化长期，所以咱就要讲的时候，就是做歹讲的，已经长2000年了。这就是咱。文化爱复兴的一个基础，你爱了解啥个叫做神学？如果咱也唔知啊，啥个叫做挂中天地人的神学？所讲拢是咱
人体内底迄个氧、迄、那个细胞甲迄个基因内底氧气经验，就是病毒一入住、入住点底下底讲的世界，咱就无法当去进入这宗庙的些、宗庙的语文。所以红阿道伊甲一般的基本同款的，这个其实的啊，男女表达啊，男女叙述的一个空间。哎、欸，安尼讲，你了，小可了解啦吼。哎、欸，另外，伊讲会啦，还佮有啥物问题无？我请问，你拄则讲葫芦，葫芦人吼，是台湾就真特别的一个、敢若一个族群安尼。嗯。啊，葫芦，阮所知影历史上，台湾本来是台湾住的迄些原住民，啊有大部分人是拢对中国来的。啊，那安尼是伫中国内底有迄个葫芦文化无？应该有起迄个庙，甲台湾相像诶。在泉州迄方，咱那边拢为泉州甲漳州这边来吼。啊，就是讲啊，啊，你这边的文化是种移民的移民啦哈。比如讲埃及，伊在2400年前吼，希腊人攻破了伊个居民个，刷开砖，刷开了。所以伊互统治400年，以后佮罗马人统治800年，所以伊在即个时阵啊，有7000多年的灭国。那么埃及人，即卖埃及人啊，是波斯人、伊朗人，公元641年去移民的。埃及人已经走到希腊是倒啊倒。那么公元641年的时阵啊，即、這个伊朗的大众啊，佮海归的族群啊，带落去移民即个埃及。所以你即卖看埃及人。伊袂晓讲埃及文嘛，袂晓讲，袂晓去看因的象形图文嘛，袂晓去看因的金字塔、因的庙寺，拢完全唔捌。所以，在200年前，法国人入去埃及的时阵啊，要去了解这个埃及金字塔、甲这庙寺的文字啊，伊无法度去找任何人。啊，所以，个这就是一个文化迄中断。那么埃及人到底是，就是分海陆拢两线，海的部分。就是走来过大南亚做几条路，那么伊不但来到咱的岭南的所在，伊嘛来到这个韩国的釜山，甲日本的大阪，拢有咱这个埃及人的这个文化，甲这个引进的移民。那么大南亚更加较侪，所以啊，咱这条线海线，那么2400年来啊，一直拢是移民，拢是这埃及人的移民。所以，伊带来即个文化，伊佛道，甲中原迄边的佛道是无共款的。那么中原迄边的佛道，有希腊人的贵上王，迄个希腊人大印度大萨教，贵乡王朝，由希腊人改下代进佛教，是传这个落线。所以，这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族群的心脉，就是讲啊，咱这个人啊。对这个埃及嘛，去往人抓厝拆，这今仔日大家无半只，啊，这走来这走散了。即卖埃及人并不是原来埃及人，伊完全唔捌因埃及人做所留的文化，因是伊朗人，叫做波斯人，叫做。所以吼、哦，这是各国都同款的所在。OK， 多谢。喂，我一个问题，多谢。嗯，是。你的理论吼，你的理论是讲起世界一切文化宗教拢对埃及来吼，这是一个理论。啊，你我要爱知影讲，伫世界学术界，敢有偌济人会当赞成你这款的理论啦？吼，因为咱这个好多文化，这种的阿妈多的象形文啊。在这种办法，无人研究。可是这种的，伊这个细胞的能用啊，伊这个咱的基因的原子啊，你用人民你写的文的这个经典文啊，这個、世界上啊无人研究。这是安怎无人研究？因为咱的全世界文化，即马现在这个现代的文化是欧洲，这個、欧洲人在传的，这個、欧洲人在传的是主要是英国。那么这种的世界性的文化啊，所传的拢是一种文化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到这个咱这个埃及，有些郭文明所讲的这个基本的这逻辑思维啊，完全无同款。
你无不同无同款的逻辑啊，无我都通过来思考相同款的这物件。所以咱的立足点甲的立足点不同款。咱所讲的拢是灵态世界来近起诸生，远起诸物，就是讲你身躯内底有啥物件，甲外口物件来比如。所以咱的文化是为这个基因的世界在演技在讲的一个天然之华，一个心道，这种的心道并无在这个外国人的脑部有任何的印象，所以伊拢讲的拢是因迄种文化，所以英国文化跟咱这个荷兰文化是非差，这个逻辑思维差相当去了，所以因发展的这个文化以后来影响着咱。所以咱即咱所以受伊个教育以后煞袂记得咱家己的文化，这就是咱文化消息，只要作文的消息了，文化的消息。但是有发生个代志，伊就袂消灭，伊在基因内底，在咱荷兰人的基因内底，都拢有这个文化的就种因伫个。所以适当的时阵，伊就会去复兴。都有人会去了解，想要了解这个源头。还是。哎、欸，吼，今仔讲到相亲无，我听。是啊，因为拄开始接到。因为落大雨吼，我驶两点外钟的车才到，所以拢无听到赵主任讲啥吼。啊，我刚才一个简单的问题啦。是。拜妈祖这是啥物款的神学？拜妈祖，这是埃及的，即马是埃及内底啊，80%拢是妈祖着。伊是妈祖是咱的灵胎。咱啊，那都是以前啊，灵胎啊，这是。设定好了，所以咱入去妈祖就是入去咱内底灵台，用咱这底啊，这搭底，这搭底来受这灵台内底来一个启示，这是一个礼仪，咱叫做做礼拜啊，做礼佛哈。那么这种一种礼仪，那么讲敬天为了敬天为主啊，一种的礼。啊，所以啊，拜妈祖本身内底哈，是咱先是按一生内底上较重要一个礼，就是因为咱的灵胎。你解释妈祖是啥货？妈祖是咱的灵胎内底创造生命迄个批的妈祖，所以迄灵胎妈祖啊，伊都开始的寻源头的时阵啊，伊是牛耳的，在印在即个埃及，伊是牛耳的。即个牛耳的妈祖，就是讲伊金中土内底的耳啊。那么伊发展了后，发展脑部的时阵啊，佮发展到咱天后。圣庙，所以埃及内底啊，妈祖中间的头部啊，伊是画圣庙，就是画安尼，即卖下即个圣女女神。你讲所有宗教拢有妈祖这物件？拢有这物件，你天主教好啊，即个拢有妈祖这物件，因为妈祖哈、在即足早的啊，一个海伦哈，伊妈祖，那么伊身躯内底灵胎啊，内底是那海，所以伊嘛是叫做海神。啊，你开始咧，我查一下吼。海神。郭台铭咧拜关公的是啥？因为咱这文化传承的时候，有埃及到这个中原来啊，有海线啊，有陆线。陆线中间啊，就是拜关公，伊较早是拜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本身就是圣人，就是到这非洲同款的讲的圣君、天君。所以伊是本身是下头的迄个圣人，迄、那个圣人啊是在已经内底啊，伊是。救我至尊，就是第五爻尊，是圣君的出会出来下头来滴。圣君是中盘咱一生内底一个诶，即个天波的部分，诶，即个天界诶众神内底诶上较重要迄个神。所以啊，一拜是关圣帝君，是关照咱生命生长演化的神诶天君。那么因为咱荷兰人在这神学失去了后，咱是变成所知啊，拢是变成这三国演义内底的关圣帝君，所以这两个是被混同啦。好、啊，这是在宋朝宋明理学的时阵，有八百年的理学，这底下用这个咱的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啊，来解释佛教到这个神道，所以用儒家的。儒家这个经文，你解释释得了，做这关圣帝君都混同，这個三国演义内底迄个关圣帝君，好，这是咱的神拢混同去了，这是八百年的历史所混同的。这个创世纪吼，记载讲上帝起头创造阿东夏娃，啊，你有相信安尼无？有，因为阿东夏娃是咱人类内底
第一个的这个基因的人主，拢是讲基因人主人主，基因内底人主第一个，伊是伊这人就是咱身骨内底基因，就是安尼好远。即、这个基因内底血苗也开始开始演技，所以演的是天造造造化，即、这个基因的演技在圣经天圣经内底，伊是啊，即个人，伊即个基因内底人混同咱外口的人，那么个犹太人来演技即个故事，过不过以后，那么啊，公元二以后诶即个新约圣经嘛是咧讲即个啊基因内底演化迄、那个枝芽，那么出世来演。来这个来教来这个传道来教会，所以拢是咧讲这个基因内底代志。这种的故事啊，是为埃及内底抄来，埃及文内底抄来。所以啊，伊所引用的拢是讲埃及的这个神道的代志。但是埃及的神道啊，就是咱台湾人，所以咱应该想要了解这个太祖爷，这个基爷翻译成基萨斯。所以所有这个圣经古用来对所有专有名称，拢是用闽南话嚟读的。这个阿包括啊，阿东包括印度教嘛，相反。阿东校花是不是历史的人物？伊是咱创造天地内底历史人物。古代历史是天恩造化历史，就是叫做信史、信仰史。伊是咱生命的源头，迄个地角的信的历史。以后这地高的历史啊，那么这信用书啊，在这个康德的时候，这嘛是咧讲这个信用书，一直到这个啊黑格尔内底嘛是咧讲这个信用书，所以这个信用书真久。咱中国内底三皇五帝嘛是信用书，咱即卖三位的书经嘛是咧讲啊上帝、上帝、妖帝、众神啊创造生命，拢是基因内底因缘。你有接受这个？Darwin 的这个进化论吗？伊的进化论有一半，就是讲，伊所讲的是外口的进化，咱所讲的是内底创灵体进化，所以伊掉一半，咱掉一半。咱讲的是基因内底迄个灵体进化的演化，伊所讲我是外口的生命，伊看啥嘞？看啥嘞？到讲啥？伊无咧讲个灵体的代志。所以掉一半，而且伊无掉，就是讲咱讲的是挂中天地二三界是共同弄个这个创造，伊所讲的是外靠表面的创造，所以咱的创造经过众天神，所以啊，众天神到众天人，即内底演化，即内底演化，所以啊，不单是啊，古约新约是即个天恩造化的这个理论，忽然间。印度教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经典，包括翻上个早期翻译伫咱中国内底《论语》，《论语》《论语》的源头。那么，可是那么这个咱的新约圣经是抄这个《论语》的源头，在公元两三千年前啊，这个《论语》搿个子牙子耶啊，这个子牙子耶这本册在中东在这个埃及嘛，搿非常盛行。三千年前就非常盛行了，所以这个论古上早的耶稣的子耶，那么伊呢翻译伫按的论古内底，咱的诗经、书经，那么啊，这几本历史啊，做春秋做传历史春秋，那么山海经，咱的中国内底留的经典，就是咱清朝所改的经典，伊本身不是清朝人写，伊是无这个，伊是翻译的。伊翻译为即个苏美文化所带来，苏美文化，那么伊个源头是埃及的动员，伊嘛是埃及的一个民族的一支，所以啊，即、這个文化源头拢属于埃及来。那么埃及啊，埃及文化差不多有15000多年咯，所以非常古早。伊即种的红阿多伊也对讲的深度啊，那么就是一种的另外世界的文明。Okay。就是林老师啊，我一个问题吼，我因为听着你讲是佛教是为迄个埃及的迄文化来吼，是，迄是安尼，我已经研究佛法已经研究25年啊吼，这是第一界听着人安尼讲吼，
所以讲，我感觉讲，哎，迄佛陀都甲我骗，伊讲伊误导，迄落，哎，实际上就是埃及来。我感觉我即摆吼，佛经内底吼，你倒一本的经，你读个上迄上熟，你甲我讲者。因为印度并无教，印度上早的佛陀是为埃王、西亚王，西亚人占了印度了孔雀王朝啊，那么一粒基岩是。那么有一万个和尚在那在轮转，所以在2300年前啊，那么开始写佛经叫做四阿含，以后前后有个五阿含，就是讲叫创造论。那么伊所写，伊是为这个伊的源头是就是即马留伫咱中国内底论语啦，即个经典的就是伊这个源头，所以是伊抄印度教的。那么所以伊迄个所在有足大分歧，那么佛经在印度只有50年，阿育王死了，传给因后生了，嘛传给因孙啊了，伊这个希腊人统治这个国土啊，就去往印度搞大众灭去，所以印度的功夫，所以原始的佛教是印度，那么是阿育王希腊人所写，叫做犍陀罗的佛经，伊搭以印度50年，那么以后伊传给我另外一个贵乡王朝加这个。甲即个印度大厦，住伫咱的克什米尔甲阿富汗，这两个所在国家是希腊人占领，所以因传的是希腊文化。以后贵商王朝甲汉朝有这个联谊，那么贵商王朝的大赛，那么甲佛经带来到中国，这就是大乘佛教来中国的源头。为汉朝开始来了，那么印度并不佛教，印度伊个佛教是为写这个印度教的经典来，所以在中朝唐朝时阵啊，有大乘佛教、非佛教400年的争论，一直到东朝灭亡，所以佛经来，那么伫中国本身就争论400年。这个经文啊，一直甲延烧到这个韩国甲日本，连中朝时阵啊，韩国日本嘛是否定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印度的佛教，所有佛教拢属于埃及，所有宗教拢从埃及来的，所以埃及叫做众神的故乡，所以那么罗马人称埃及啊是众神众宗教的故乡。OK， 有一个问题吼。都是佛经，都是本你查了上善的，你甲我讲。我30年前我就开始伫台北市读大藏经，我是读大藏经，我改写200几本头前，我写来我翻译啊，我有200多卷啦，译本，就是讲佛经是以挂种天地人三界在写，所以对讲佛祖就是讲安尼原型，迄、那个形，希腊人下佛翻成奉祀，希腊文化迄份啦。做佛祖的源头，因写希腊古文叫做《奉祀》。那么佛经并不在印度，印度嘛嘛无这个佛祖这个人，这是完全书内底的人。那亲像讲《论语》内底并无孔子这个人，这是孔子在这个《古经典》内底有写，并无这个人啊，这个故事嘛无这耶稣这个人，也是信道的故事。所有古早的故事拢是写下写。那国家以前啊是政教合一的，你写一本册是非常困难的，你要有操作，啊，佮有这写的人，即种是宫廷佮有这个工匠，我同佮写册。啊，佮 OK， 要一本，我佮比要一个吼。是。福建上主要的目的是甚物物件？你甲我讲。那么福建讲的是跟佛爷、佛祖讲，佛祖可是咱原型讲。甲咱子曰同款，伊所讲的是讲要甲咱如何来推演这个故事形象，咱的心中是要哪来想。所以，迄个曰就是讲，你心内边是要约束掉，你要哪来伊心上来过这个形象。但是一般来讲，咱故事的形象啊，拢是留伫这个基因内底、认证内底回除。佛经讲的是讲，你爱内心叫一个镜台，伊这个镜台中间啊，来。关照内心，你个镜台来出入去咱的脑细胞，所以佛有天佛的支撑，就是讲伊讲的拢是讲，在东彼岸的世界，在这个镜台中间结成一个念珠，
有这念珠啊，这天珠，那么来给咱脑细胞来啊，建立咱脑部细胞体的内底的智慧，叫做波耶波罗。所以佛经伊是咧讲一个，要来先来做一个镜台来对着这个念珠，这个叫做舍利珠，那么来度往脑部内底变成一个圣珠。安尼，我知影有一个问题吼。是。你迄时，我有一句迄时佛经内底有一句话，我一到即摆我还无了解吼。是。你甲我解释就好。好。哦。我用国语来迄时。好好好。《金刚经》内底有一句话，个凡所，迄佛祖讲的吼，一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现如来。这是什么意思？伊是讲啊，咱先目睭所看是外口的物件，你若要看到如来，就是演化以来迄个佛祖的形，那叫做演这形五形啦。内底迄个基因内底形，你要看到内底基因演化的形，参悟这个天理的基因，那么你就要关照内心的那空明，内心的空明，内心的空明，要拍开你下头内底的天眼，来看这内心，建有这个镜台来反射，才当空明。所以目睭所看是外口一光线所反射物质的物件，你若要看到这无形的佛祖的这灵体，就是咱身躯内底啊这灵体，这个无形的灵体佛祖。你若要看到这個，你就爱在内心建立一个镜台空明的时阵，到我能见到如来演化内底基因之海内底如来，之海就是讲每件物件拢是核心啦、啊。这个核心的之海啊，就是比较比较全部都不能见啊因。所以在咱的南佛的这个啊佛祖啊，拢总是囡仔面，就是拢是囡仔，所以佛祖拢是为囡仔心囡仔面的。所以这个要看到如来，你就爱内心来。啊有一个镜台，要拍开镜台，就爱下头，迄个眼来拍开，就是咱的心灵之眼，咱的佛眼，咱的天眼来拍开，迄个修到最基本的。林老师真多谢吼，即摆阮时间已经够啊，所以多谢你。啊，谢谢啊，欢迎你。六两蚊要送给阮这个会吼。啊，是，我代表你送给阮的会长。啊，对、啊，谢谢，欢迎你来研究咱河洛人的文化，不管佛道还耶稣教，咱这两个拢是源头，伊爱去来。那么爱去来，爱去问，我有几站研究爱去问，我听爱去问是用台湾在写，你乃是台湾人的世界，你就知影讲这宗教的重要，知影这个天人造化的原理。好，多谢，多谢，谢谢啊！好，谢谢。OK， 多谢啊！呀，你老刚要有什么 general 有其他 general question？ 拜托你，赵女士，我一张有 one or two sentences， 关于这些神学原理这些。哦，你因为你台上无讲，我台上放一个真趣味的 video， 哎，我知影。咱这个神堂吼，咱的河洛神堂甲别个神堂完全非常无同款的所在是，咱咧讨论咱内底的基因，咱信嘛，咱身体的信嘛，身体内底的信嘛，咱身体外口是一个壳尔，这个壳就是原子、中子、质子安尼尔。啊，这个壳无内底遐信嘛吼，你做医生，你知影咱内底有迄落足侪迄落基因嘛吼，诶基因，啊，迄个咧讨论这个基因安怎进化，嘿，安怎改变，安怎进化，咱做来谈。台湾咧拜妈祖庙，拜妈祖，啊咧娘妈祖，安尼老咧安尼对，正叫什么头壳白是先来都安尼。迄真侪医生吼，迄真侪医生，这个道理吼真深啦。啊，种拢医生，迄一个代表一个医生尔，医生这内底一个足小的一部分。我问你，这个医生是啥物人创作？一定是人去做。就早我讲，我古早研究迄个古埃及学的时阵，古埃及就有啊。因古早因有亚妈做，古埃及就有亚妈做啊。你讲迄落宗教，基督教按来去吧，足侪册有写，足侪册，你也要听我，吼，你足侪册有写，嘿，英文册拢有写。OK， 要有什么 question？
所有的经拢伊研究到伊源头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是按古埃及来，按古埃及来。你怎样？古埃及够 OK， 你会当讲古阿在 Atlantis 哦，恁讲迄个一万五千年前有一个文明叫做 Atlantis， 嘿，这古文明的物件。你讲雄性公？这是科学拢，这是科学拢在证明的啦。像好多乌丢。Hawking, 他讲的是十位的东西、啊、，time and space 的东西，啊、像某只乌丢，你所脑筋你所想的物件都叫做乌丢。你讲想讲地球有一日漂流的？嗯，这个不是这宗教要讨论的问题啊，迄个可能。你赛事嘛，你赛事你读理论的，你读赛事的，因为我可能你甲我讲你是读赛事。对啊，我讲。我唔知你读什么关系，你读观众 physics。No， 我无读观众分析，我无遐厉害。我读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我读 engineering。engineering 你做几方面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mechanical engineering。Yeah。Very nice。所以我教你们 science 的问题啊。science 讲地球的迄落，地球的毁灭啊 ，I don't know。Thank you。我这个代志是讲不完啦。Of course， 关于伊主要来讲宇宙甲人口之所问的宇宙无相关代志嘛。啊，当然，伊是讲这个是外壳 ，physically 安怎啊？无，你若落去quantum theory 落去，就是迄个有形无形，迄拢是。你讲啊，无形去啊。Yeah， relative 代志嘛，所以咱以后有机会。三号咱的 mindset 都已经 set， 就是把咱的教育，把咱的 mindset set 一种思考的模式啊。啊，这个物件你啊跳出咱的迄个 setting， 咱卖 setting， 跟咱咧 computer， 你咱已经 set 啊，你干来当 run 遐 program 尔。但是我的问题是讲，是安奈你都爱硬妈做，都爱安尼白点无法白，都爱安尼摆，啊都爱硬针灸，是安奈都爱变啊切出来。你用个卖说，你就用个好好啊去新妈做嘛。会使啦。安奈都安尼，咱台湾奈安尼，迄款宗教伊行个。会使啦，一种仪式。所以你是有鼓励的计算。我无鼓励啦，我是讲你。但是迄就是人做出来。对，无唔对，迄人。是妈祖公，你都爱安尼。No， 你任何一个方式，你会当跟妈祖上接近。我讲妈祖就是迄个群号嘛，就是整个创造宇宙迄个群号。咱讲。咱是按母亲的迄个胎动出来的，宇宙就是按这个群号出来，所以每一个宗教拢有这个群号啦。你讲妈祖这个名，我头下嘛是感谢着。对。咱迄个妈祖咧，一直想讲，迄中国大陆来迄个故事，迄个妈祖，伊即马这个讲的妈祖，就是敢若白说迄个心灵，迄个灵界，迄个 original。Yeah， exactly。妈祖。但 nurture life。我咧问的是咱台湾的代志啊。不是咧讲迄个妈祖，不是讲咧查某为大量来什么民族的，不是咧讲迄个含咧。我但是，但我咧问的问题是迄个。妈祖，这个 conversation 咱带来饭店讲。OK， 这个宗教都不一样。